不要打扰我彩排好不好？把它降下去好不好？刚好降。周杰伦彩排被阿 Ken 霸凌，叶惠美生日，昆凌也来了。爱情来得太快，就像龙卷风，不能承受，我已无处可躲。我不要再想，我不要再想，我不要再想你。好，我们先停一下。有彩排啊？你真的很想当特别来宾？不，这是我的演唱会，你才是嘉宾，好不好？哎。不要打扰我彩排好不好？把它降下去好不好？刚好降。对，大概这个。阿 Ken 这超爆笑的喧宾夺主，周董也在社群上回：我知道我人很好，我放心，晚上他不会上台。现在中国深圳连四天巡回，9月15号恰巧冯妈妈叶惠美69岁生日，和昆凌婆媳俩一起到场支持她。今天呢，第四场，其实今天也是非常重要的日子，冯妈妈跟我的老婆都有来到现场。今天就是周妈妈的生日，生日快乐！我能不能请现场的观众，我们一起来合唱听妈妈的话好吗？我们一起来合唱听妈妈的话好吗？演唱会后分享和妈妈的合照，谢谢你们给妈妈的大合唱，祝妈妈生日快乐，平安健康啦！还发布了在台上的大合唱视角。